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回到最初的起点。我们准备好了，让世界看到台北，看到台湾，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在疫后的更坚强、更美丽、更有希望的台湾。今天是特地排开行程来谢谢柯市长之前在灯会的一些规划付出。对，所以今天很开心啊，也很高兴柯市长带着我们佩奇医师啊，还有我们民众党的团队哦，大家一起来参加台湾灯会。那当然非常谢谢柯市长率领的团队，从去年开始哦，整个不管是筹备、规划、设计、准备哦，能够让这一次的灯会非常的圆满顺利。那我们后续接手就是让他执行，然后确保这两星期的灯会期间哦，不管是人流规划还有车潮的动线等等，让民众都能够很顺利的享受这次台湾灯会。柯市长你怎么看？柯市长你怎么看说今天好像是终于站在 C 位了，今天心情如何？而且还有这么多粉丝在等你。对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哦，当时我们在选址的时候特别选在东区的，就希望说这个人流代表金流，可以把东区的商圈搭起来了。所以我很关心这两个礼拜是吧？这个倒立整个东区商圈的状况。我希望说一次搭起来哦，这长尾效应可以撑久一点，这样整个东区就可以有效的活络。市长，有人形容说你是这个灯会的生柱哦，你会不会觉得说自己是生柱？这个形容 OK 吗？哎呦，我也讲。无聊的题目就不要回答了。好了好了，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去看灯了？那蒋市长觉得呢？被形容成什么？那我们其实就是接力赛啊，就很谢谢柯市府团队哦，真的当时愿意接下举办台湾灯会这个机会哦，也把这个任务完成整个规划设计哦，那我们就把它负责执行好。那大家共同目标就是把灯会办好。柯市长，但是这个灯会的站位啊，因为原本交通部只给北市府边边的两个位置，但是后来观察局还是把您跟戴喜新议长换位置，让您到最边边，但他们是以现任为优先，你这样还会觉得不委屈吗？啊，这很正常啊，你哪一组？哎呦，说挑拨离间，好了，就这样。柯市长，为什么今天防护市长他是没有出？他昨天骑脚踏车，把手去扭到还是？好，大家 OK 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柯市长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已经有跟那个郭总来就是联络过了吗？因为我怎么看说他现在起心动念好像还没联络、啊。等我白沙屯回来，我再去找他。嗯。那你怎么看他现在起心动念，可能来参选2024？我不晓得，我跟他谈一谈再讲吧。
认为他有胜算吗？如果你认为郭董有胜算吗？如果我不晓得，有这个。今天先把工作做完，来上班，干灯，好，谢谢，我们的财富部门也会有一些成功，我们的财富部门也会有一些成功。